万人民演过星空妙地形，这是台湾人民演过星空妙地形。各位十王善知识，各位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我们恭念开经偈：易经新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天下的灾难无奇不有，分分秒秒都在发生不同的烦恼啊，天下的福分也分分秒秒都在发生各种的喜气、盈门、福报、福分啊，所以世界上本来都是相对论。有如我们易经八卦里面相对论，这欢喜啊，这个就是不快乐，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这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这就是易经。所以今天我们要过来维新天下事啊，讲解水陆法会的真实意。所以各位贤士同修，我们入门来学道来修行，我们是要知天地的法则，要知道天下所有一切因缘幻化、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八风，这都是我们每个人从天上世界来到地球世界所共同非常平等的人生大事。所以就是你悟了，你就会超越、跨越、跳开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这个圈圈的束缚，这就是修行。但是生老病死、贫富贵贱等等，也是天下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若是一个有修行的人，你来世间上碰到很多劫难的时候啊，他的想法看法和我们绝对不一样。我们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好衰哦，怨天怨地怨国家怨父母怨亲戚，甚至有的埋怨自己的太太啊，有的埋怨自己的先生，一直在埋怨。这种人是世界上天下最可怜、最可怜的人啊！这就是没有修行。”没有智慧，不了解世间的一切的调和法则，所以世间的相对论呢，有形无形之间，我们可以了了分明，这是要从修行你才能够了解。啊，一个人他不能成功，他的心态有问题，念头有问题，他的念一直钻进不满啊，埋怨和嫉妒，这是非常可怜的呢。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既然有缘齐聚一堂了啊，我们应该多多的领悟，你要超越跨越这个道理，只有大家学易经。你来大家学易经，
你才能跨越这个问题。啊，今天啊，我们要为各位来讲解为什么要有水陆法会。啊，水陆，这个就是水，叫陆，水在地上为阴，陆为阳，或是水陆，水陆，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忽略的一个智慧啊，所以我们啊举办水陆法会，目的是要名扬两利，目的是要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能和平。我们的目的没有什么私心，只要大家平安，我们世间上就和谐。不然有时最近以来，国内其他国家，尤其美国啊，一直有爆炸的问题出来，这是因果啊，因果啊，因果力在有的国家呢，有的宗教的不同，有的否认了因果力，但是在佛家、道家，因果律是非常严谨的，丝毫不爽。这个都是易经哎，都是对待的法则。而你若是不容许的，啊，这些社会上的问题，啊，让它发生的时候，我鼓励各位要修行，啊，所以本唯心圣教，啊，的宗旨就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我们的心有这个心的话，有这个念的话，各位，你当下就是神。就是佛，就是菩萨，也就是王禅老子的化身。所以本唯心圣教啊，十五年以来的水陆法会是非常非常的严谨啊，十五年来的水陆法会是要以地球世界的安危为主轴，所以我们大家送了那么多的经，目的在哪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为本愿呐。啊，若是一个有修行的人，有开悟的，他来世间上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他的念头、思想，就是消业障，就因果力的发生。啊，过去的因，现在的果一定会发生，所以欢喜信受来奉行，你就会圆满了啦。啊，心就能打开来接受不如意的。啊，若是一个人没有宗教的信仰，没有因果力的这个智慧修行的时候，我们一定在那边怨天怨地，怨国家，怨亲朋好友，这是没有智慧的啦。在平时的我们的接受考验以外呢，在我们每年而举办水陆法会，借着诸佛菩萨给我们加持灌顶，让我们了解到啊因果律它的严谨的天理。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水陆法会的真实义啊，佛教就是水陆法会，道教就是清教、清酒、三现、三现。现什么呢？三现，三现呢，不是一般所说的啊，那摘菜、杀生、金银财帛，不是这样的三现，而是身口意。之修行就是三现，所以每次到要做清教，三现也就是清酒，清教啊，这道家的做法。那么佛家呢，就是水陆法会，水里面的鱼虾软动的，我们鱼力依法鱼来超度他们，而地上的动物会飞的烟灰软动，包括我们人的灵魂，过去生无量劫来的孤魂幽灵，我们借着佛所开示的法仪精忏啊，招请他们入坛来听经闻法啊，然后心开一劫拔度，回归自性天界的净土，就不必在地球上在这里受苦。所以水陆法会是很严谨的，我们过去15年来的法会，我们敦请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师、大和尚啊，代为尊请80位高僧戒者在禅机山仙佛寺啊举办这个法会，水陆法会恭送诸经，加上本唯心法门、唯心贤士各自诵经，一切的功德来回向。所以今天在水陆法会前的一个礼拜，我简单的为各位来介绍水陆法会的因缘。所以水陆法会不是一般人可所能办的，也不是一般啊寺庙所愿意办的啊，因为水陆法会要设七坛，一个所还有内坛，必须要有空间，没有空间寸步难行，再来要有人力来护坛，有护法护坛啊，本唯心圣教啊，我们这么多的贤士同修都很虔诚的护坛，真是功德无量。你们所护坛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代表的龙天护法的化身，
叫做身口意，身口意。所以道家叫三线嘛，而你们护坛，无论站在每个坛城的前面，或是斋堂、大寮、乡居族服务的，或是普桌、摆普桌的，这种种交通队、交通指挥的，每次水陆法会那么多的县众大德车子那么多，和美道场由延齐法师所带领的交通组，那么多辛苦在太阳下指挥交通，还要受人来骂，这个都是在身口意供养。三种身口意念，意是慈悲的意念来供养。所以各位啊，十方善知识信众大德，你们回来参加水陆法会，我们停车场当然有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配合交通组给我们的指挥才不会乱掉大家要欢喜心来信受这样的话也是修行耶。那么交通组的同修，你们呢辛辛苦苦这是一个考验嘛，欢喜心啊，来者不是客，来者而是亲，而是友，甚至是过去无量劫以来多生父母，我们要有欢喜心来为大家服务。这个是水陆法会第一个入关口给我们的考验，给我们行功立德，这是叫三线身口意来供养。那么我们同修大家诵经几千万部，诵一年的经有千万部，每天在家里诵经念经念佛，这也是三线的三片的身口意来供养。所以你们念的经诵的经呢，也是三线，也是清酒。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十方善诸士们，水陆法会的意义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全部讲完，我们已经做了15年了，一直解说一直解说，但是我们的目的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能够和平，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与世界永和平，视为水陆法会的本愿。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行贤士同修，水陆法会的内涵我们没有进入这个法门的，在门外认为拜拜而已，事实上宗教的法仪上通十方法界天神，中通十方善信大德众生的心灵世界，下达超度地狱界的诸灵以及
个性式的列祖列宗灵魂啊，所以水陆法会是非常严肃又是庄严的啊。等一下呢可以请各位来了解一下啊，本维新圣教每年的水陆法会的短短片段，也欢迎各位够界有时间呢来参加任何一坛的法会。那么我们法会的整个的过程，这个礼拜天农历三月十九日下午一点开始净山，净山这结界有八十位法师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依照宗教的法仪，持诵大悲咒、甘露，加持整个的坛城、全山、净山。好，再来，我们要引魂，然后到净土坛引魂。各位十方善诸事，你们参加法会超度你们的祖先，超度你们的兄弟姐妹往生者，超度英灵，超度地基族，超度冤亲债主，或者超度各地不平安啊，或是我们三千多位诸会长，请你们各地诸会长辖内不平安的三界万灵、无始男女孤魂，我们社联会义务超度，还有涅槃啊的这相机族、斋堂，都一起要超度，要去净山啊，这些等等的连位的。所以我们要引魂，有法师啊，依宗教法仪引魂入坛，听经闻法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啊，从简单的短片来看来了解啊。接下来宴口，宴口素食七天，有五坛。下午四点开始啊，在梁湾坛呢，深坛释放宴口，普渡普桌。我们今年的普桌要达到一万桌，目前六千多桌。为什么要到一万桌？因为地球上今年而引渡的那么多的灵魂界的众生，必须要有这么多桌仰仗佛力加持转施给各位的堂上祖先、各位的冤亲债主以及各界的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参加普渡者功德无量耶，这一生能够施食啊，给众生来生或者当下生必定有福气耶。所以十方宴口有明定大师主坛啊，来和高僧戒斗一起以修行的功德力转施斋食啊，是庄严的啊。再来呢，涅槃，涅槃呢，咱们迁入禅堂，这是三更半夜啊，在深坛的啊，涅槃有啊，供奉的
二十四席啊，天神、诸佛菩萨、圣神，还有超度第一界的恶鬼道等等啊，我们内坛呢、啊，你要进来拜拜的啊，参与内坛的共修，必须要穿海青，要禁鱼。我们不收什么钱，只要你有心，不是说啊你要进来要几万，没有这个道理，因为进来的也在未过界来超度啊，这个功德也无量嘛。但是原则要很肃静虔诚的心啊。那么祝寿3月26日主持，我们在大雄宝殿祝寿啊。3月26日是王禅老祖的圣诞日，普天同庆啊，就一起来祝寿吧。啊，再来送圣，3月26日，我们水陆法会7天圆满了，我们要送圣啊，然后将各位所啊恭送的文书呢啊，开始以法传，用宗教的法仪、法师一起诵经来送圣。到最后圆满，明阳两界皆得圆满，化解干戈习战争，化解我们人与人、人与灵魂界、人与过去多生无量劫来的累劫冤亲债主，化解冤仇啊。所以呀、啊，这水陆法会啊，不是一般的那么简单的拜拜而已。每年我们要举办水陆法会，啊，明定大和尚啊，啊，我也跟他常常跟他讨论，如何能够更圆满。明定大师啊，大和尚呢，非常的慈悲，啊，我们用心，我们唯心圣教的，我们的弟同修呢，都那么虔诚有智慧啊，啊，他也做得非常的满意，哦，只有和尚戒德，修行者也都很慈悲，啊，用自己的身口意，这三线嘛，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来共同来圆满明阳两界的和谐啊，各以此功德来祈祷台湾的平安，世界的和谐啊，这是我们水陆法会最高的心念和境界啊。
本段节目由祥昌制衣。